我做那个机器的爪子出了问题。哎呀，我对不起阿良，我对不起阿良。3天1000万呢，真的是不看看自己的能耐，走了啦，没时间沮丧了啦。嫂子，我原本以为我能筹到所有钱，没关系，这本来就是我要面对的。我妈还是没应门吗？谢谢。早上拿衣服来洗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妈整个人不太对劲啊。 啊！你知道美珍姐在哪里吗？你过去曾经在我们的营运部上过班。嗯。你老公支持你出来上班吗？爸爸真的不会回来了吗？